好，张志豪的打击。今天志豪醒了，打了两次单打，连续八场比赛有安打。只是差别现在球队是落后，往空中带，打到右半边，这个球进了，换打，换打，哇，就是可惜今天打线就是张志豪跟东大哥是清醒的，如果这当中多几个上垒者，对，这次全垒打带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本赛季张志豪的首轰，也希望张志豪带这一股今天清醒之后的一个打击手感延续到下礼拜的比赛，面对这个单子的需求。嗯，希望每个名选手都像这个张志豪这样子啊，那个求生欲望要强烈啊，这个是最好激励休息室的方式。今天张志豪一口气打出了三支的长打，单场有八个雷打数。Hello， 大家好，我是群群，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还有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